证明什么？陈助理，这是你不在这一个月里项目部的工作报告。晚上一起吃饭。不了，晚上我还有事。 你算吗？我不渴。想不想啊？哎，都3个小时了，你一点都不想我？3个小时很长吗？3个小时很短吧？你是逃不了的。 从来不打野吧？来人了。嗯，可可，薇姐，你也在啊？嗯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，后勤部让我把今年的财务预算报告拿给陈经理看一下。嗯，你们先聊。 那我先走了啊。嗯，看一下，这个是刚才让我们的财务预算建议方案。